你这一盆豆子挑了一天，上午9点就开始挑。让您说完了，你这不就挑会儿歇会儿吗？这不就干别的去了吗？是，但是现在还在挑。那你这挑的细节，我想胖了，那个把这豆子给它煮熟了，留着当米饭吃。这豆子还有多少？没有了。没了。去年种的就这些了。去年种的是大粒的，今年咱种的是小粒的。大粒。自己家种的豆子一瞅就满意，叫灰蒙蒙，灰蒙蒙。灰头土脸的哈。你看卖的那都是抛光的，超市里可漂亮。比较有光好看了哈。我刚开始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豆子太不好了，但现在都接受。今天外头有霜冻，晚上咱俩一会儿还得把咱那个地该照的照上。我看好几根苗都冻死了，这个咋整？那咱俩现在就去照去吧。一会儿就能。别再一会儿了，这就是晚上了，只要夕阳一下去，马上就会凉。那就去照去。看看外头挺好的，一瞅可漂亮了，但是很冷啊，晚上才零上3度。很多小苗就冻死了。你说白天阳光明媚的哈，温度就是上不来哈。这一晚的温度就是上不来。哎呀，今天这气温呢，有时候吧又说呢偏暖，有时候觉得偏冷，也不知道是偏暖还是偏冷。有的时候偏暖，有的时候就偏冷。年年就这么纠结呀，年年就老这么纠结，该种啥？下面下地，年年这样，年年如此，我都品出来了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小苗都这样似的了。这不敢往地下放。你那不叫苗，你那叫老苗。老苗。不能叫小苗了，小苗也是嫩，你这是老。完了，都黄了。时时就是不敢下地，下地吧，它就那个，就老是这么冷，你就不敢下。明年可得晚育苗，晚育苗还怕不赶趟，有的时候你晚育了就不赶趟。其实这就是个拧巴哈，就是拧。其实我感觉种地也拧，蛮拧的，年年就是。你这豆啥时候挑完？咱俩啥时候出去干活呢？那我现在就不挑了，咱们撂着就咱去干。行。行吗？太阳都落山了。到时候它必须得落呀，因为晚上了嘛。你看你说，还太阳落山了，它到点了它就得落下去，对吧？哈。看来是一天没上大棚了。一天没上大棚，这是第一，第二吧。先上大棚来，先把这个蘑菇给收了。完怎么给我啥样了？我看看。大了，长大了，哎呀，长过劲儿了，长老了。这鱼黄膜这真是过劲了，长老了。底下才是黄的，上面都变成白的了。长老了。早上收好了。掰晚了，这一下子长烂套了。我这下是鱼黄膜吗？是，这不是也是吗？就是菌种的事儿，好像这下也应该掰了。掰，我给你拿这个。对，你拿着吧，我忘带个袋儿了。好像这下子吧，你要说瞅这一块好像还能长，那个都变色了，还长啥呢？赶紧给它切下来。切下来呢？那嘟噜又长起来了。这个还得2天。这鸡在那头，你看鸡的。鸡的都不行了，它找我。芹菜菜，鸡吃芹菜菜。给它薅点儿啊！哎呀妈，咱家鸡还缺吗？它都不缺。哎呀，这鸡坏了哈！等着。不缺，那大棚里没啥要整的吗？今天有的是，就是不想干。今天咱俩得出去把那个菜赶紧照上，那天黑了就冷了，不行。那阵说照没照？这吃完饭再照。赶紧去照去。这菜我是今天早上给他的，是不是、啊？你看这他都不吃，你看他都不好好吃，他就想吃虫子，你看。哪有那么多虫子给他吃？门啥？走吧，我给你拿回去了啊。看着吧，苹果树没花了，啥样嘛？你就真给落下2个花蕾，你看没看着？
我说你干活了，你这个真给落下点花了。我还想吃两个苹果呢，看来是哈。上面还有。嗯。那不是吗？这个是，花骨朵，这也是。这树太小，就不能让它结苹果。今年长树，明年再结。看我家院子这地下，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的。就现在连着两天的晚上，我们当地的气温呢，就是预报的最低气温是零上2度，但是在晚上的时候，地下还是有霜，下霜了。我们着急把这个苗已经下到地下去了，这小苗啊，它会冻死的，真的没有办法。看这小苗。哈哈。完，我这个。黄瓜呀，全冻死了，慢慢的。你看看，这是上两天要看过视频的朋友都知道的，这是我们俩把这个就是说自己育的那些苗嘛，都育的都已经长那么老高，都已经超前了啊，不往下种不行了。结果种起来以后呢，现在天气这两天晚上又这么凉，昨天晚上就来活了，昨天晚上就照了一晚上，那都是邻居帮着照的，邻居徐哥帮着过来照的，今天晚上我俩自己赶紧来照。那个要是不照的话，这些小苗就会全部都死掉了，那就可惜了，没有了。锻炼去，嫂子。啊。那个。我看这几个苗。要照，要干嘛？看这几个苗都弯弯了，这咋整？嗯。你看看，就是，这是昨天晚上照了，前天晚上有一点点冷，我们两个寻思不用照呢，结果全部都死掉了。就是天气预报吧，预报的是零上，但是到晚上的时候，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3点多钟2点多钟那会儿，还是就是那个大伟说去上地里干活的时候都会穿棉袄棉裤的，就是而且还是霜，是非常冷的。你看今年这个天气呀，哎呀，目前来说真是也搞不懂，赶紧扣上吧，再扣上看能不能缓过来吧。这就是我感觉够呛。抱着几盆面瓜的盖，所有的家务事全用上了。花盆接着扣。压上点再，别再那个刮风再给我刮跑了，再白扣。好，完事儿吧。完事儿了，鸡，看看。还有那个，看看地上，地上已经开花了，全压上了。还有就是还要把这个无花果也要照上，无花果要是那个太冷了的话也是不行，有霜的话也会冻掉的。可是无花果这块叶子怎么这样了呢？那是热的吗？对，现在就是浇上水了，那现在又缺水了吗？真的不知道缺没缺水，我这两天没浇。把这些无花果我接着再照上。草莓比较抗冻的东西，没事的，这样是草莓没问题。嗯，还有那个花椒也要搬进屋去，还要把这个除这些秧苗也要搬屋去，快！把这些无花果全部用这些袋子给套上了，想尽一切办法。其实你说这沟里头也是冷，有多难啊！哈，这得想尽一切办法让植物保暖，想用袋子给罩上。白天呢还热得要命，哎呀，白天得达到20多度哈。哎呀，这晚上这是温差太大，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。其实我感觉年年好像如此吧。啊、是不是？是这边没照，这边没照严，说把这盆都扣上，这边盆没扣上呢。对，
咱俩还落下一笼呢。哪笼啊？这笼啊，脚底下这笼，你看看，这西红柿忘了呢。哈哈哈！天哪！这着急往地下种种，这不忘了，都种下吧。这是你说的吧？哈，都栽下，这个、啥事没有了。后面。结果事情又发生了吧？嗯，这个是把院子那个垫完了，我俩院子盖完了，盖完了，我俩去喂鸡去。来看，家家都是盖。邻居那个大哥家那个花都盖好了，你看人盖的多好，你看咱俩盖的，我一走到这儿笑起来了。这个邻居家，你看看那个用好多衣服都盖上了，就是为了这个，这个菜呀，迎接这个霜降。为了迎接霜降，都举行了。隆重的仪式，家家都把能铺的、能盖的全部都铺到地上了，好有意思，可喜欢这个时候了。就是你出来喘着气啊，就深深的喘气，都有一股那个花香的味道，是不是？甜甜的，一股草的味道，莲花的味道混合到一起。啊，你看这树底下，好美，一烂就死。那咱那棵也没有，也发芽了，就是没有果啊。咱那棵后面那棵梨树，我感觉不太好。是吗？这晚上过来又喂鸡辨食，你看他们吃的有多欢。喂饱了吧，说不下蛋，饿点吧也不下蛋，咋整都不下蛋，那就吃饱吧。